《使徒行传》4:10-12，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，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，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，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。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，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Hey
Yes.